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啦。为什么下雨时青蛙喜欢叫？窗外下着雨，田里青蛙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。嘟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妈妈妈妈，青蛙好吵啊，吵得我睡不着。为什么一下雨青蛙就叫个不停呢？妈妈翻过身面向嘟啦，轻轻地说道。青蛙不喜欢在太冷、太热或者太干燥的环境里生活，它们喜欢阴凉潮湿的地方。所以啊，下雨的时候对青蛙来说真是最高兴不过了。尤其是在经历了一个寒冷干燥的冬季后，当天快下雨的时候，气压会下降，湿度逐渐增加，空气中的水分增多，青蛙的皮肤得到充分的湿润，就会非常活跃。同时，在这阴雨绵绵的季节里，很多昆虫都在这时候大量繁殖，这些昆虫就是青蛙最好的食料。而这时候的青蛙，在刚度过寒冷干燥的冬天，正需要大量的捕食昆虫以恢复体力。在又有好食物又有好环境的情况下，青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饱餐一顿，然后放声高歌了。其实青蛙拼命地叫，也是想吸引雌蛙来做自己的女朋友，好繁殖后代啊。嘟啦听着妈妈的解说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